都有它的意义在里面的。就像我今天背的这个叫行人卡。翻开手作立体书，每一页呈现花莲太巴朗部落、阿美族以离性文化故事、传统料理等部落生活样貌。为了破除大众的刻板印象，沙木基金会与太巴朗部落妇女推出立体书套组，让读者从绘画与文字描述走进部落生活。我们会希望透过这样子说故事的方式，让他们去了解部落它真实的样貌，那或许就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就可以翻转很多刻板的印象这样子。除了借着立体书记录保存阿美族部落文化跟生活智慧，也谈到部落妇女成为专业社会工作者，对推动部落文化工作及照顾服务特色，不只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传承我们自己文化，其实更知道我们该如何投入更最佳而且独特的原住民族社会工作，去了解其实在地文化的特殊性的生活样貌。希望循着这个文化的轨迹，我们可以就是重新去诠释，可以重新去实践我们阿美族的集体照顾。透过刊物、立体书等媒介，聆听不一样的故事，同时呈现族人对生活挑战所展现的韧性，分享部落的好与美。原视新闻胡顺乌溜台北市采访报道。